那个替你们要求一首安可曲。哦，安可曲，好，飞哥，那你等我一会儿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有什么波索？哎呦，我随便讲一下，你们这这没有，哎呦，有绝活，哦、这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这样。这个灵感啊、哦，这个完全来自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萧亚轩，刚才有这扇子舞，非常好看。没错，对，哦、还有扇子嘛，对对对对，红色的嘛，有我们有红色的乒乓球拍，没错，是乒乓间嘛。对，而且呢，飞哥这个特爱这个爱的主打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扇子舞，然后呢，特爱我们就用爱的主打歌的那个人呐、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是希望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其中一个人身上，就是站出来又不讲话，你们。我们现在用这首歌曲来表演一个乒乓球拍舞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们一定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有乒乓球的？因为五五六六其实平常啊，就随身这个娇小玲珑乒乓球拍在身上，对，万用的，万用、哦、这个万用，所以待会就可以直接来跳他的扇子舞。你们要跳萧亚轩的扇子舞、啊，就用他的爱的主打歌啊！哎呦，怎么样？哎呦！我们刚刚就是看到那个 Elva 表演嘛，然后我们就大家即兴啊，然后想出这样一个表演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说，哎，制作单位你们这个有什么是有八支的？我说，哎，球拍有啊。哎呦，没想到你看到这么四位大男生啊。哟，我刚刚觉得好有创意，没想到变成骇客任务。没有，其实这个创意啊是来自于一股勇气，下次你可以拿筷子啊或什么试试看，感觉也蛮不错。这个画面实在是太难得了，真的啊！表示他们平常四个人都有在注意你，对，很感动。这个，谁在注意你？哎，怎么换位置了？什么时候你跑过去了？刚刚是你自己推的，你怎么这样？全告白一下。肖北北，我其实非常爱慕你的女儿，希望肖北北能够请艾尔娃接受我的这一束花。肖爸爸，肖，你怎么跟他告白？你一直对着我来干什么？我想我的一束花可能还不能够代表我的心意，你先拿着。好。哎呦，这个时候。除了鲜花之外，我只好请出我的爸爸，也出来跟您的父亲做个面对面的交谈，看看适不适合我们在一起。其实这个，我今天这个婚书啊，真的有点像，真的有点像，好像啊。你是说我老，还是说两个都是那种丹凤眼的感觉？肖阿北，哎，不是，我都叫肖阿北，这是我辈分名错，辈分错，我叫他那个阿公嘞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答应阮囝的婚书。你听得懂台语吗？听得懂，不是讲，但是我讲的唔好。好嘞，阿杰，我想，那是个继续演落去。应该是没有结局的一出，因为底下伊嘛无可能接受我。啊，对对，哎呀，我早间刚刚嘛有话要讲哦。哦。我是想讲我要工作多一点。
孝顺一下，哎呦，是安尼啦。所以工作它都重要。要友好，然后辛苦才重要。辛苦才才重要。哇，这台湾老爸那生出一个广东查某囝。你跟他讲广东话呢？好啦，好，给我们5566鼓励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